咁啊，又系通识看天下嘅时间啦。啊，今日咧就都系由我阿 Ben Yu 啦，就系香港人民学会嘅副会长啊，同埋呢个中史部主任。咁啊，今日咧都系有陈建祥先生啊，同你哋啊讲下啲音乐养生啊。今日就讲西洋音乐啊，以前啊讲下啲宗教音乐，今日讲西洋音乐。阿陈生。是啊，各位听众你好啊，咁啊欢迎收听呢个香港人民学会主办嘅，咁就养生音乐浅谈。咁啊上两讲呢，咁啊最主要都系分析翻而家养生音乐嗰个趋向。咁啊我哋亦都讲咗一中一西啊。咁啊其实本来今一集呢就系讲一啲印度音乐嘅，咁啊但系呢小弟呢就想大家巩固一下一啲养生音乐嘅基础认识。咁咩叫养生音乐基础认识呢？咁我会从心理学啊同埋音乐美学呢就讲出发嘅。咁分两集，今集呢我哋用心理学角度讲返先。咁好多人呢就觉得听音乐能够调和情志啊，咁呢个係真实嘅，咁亦都可以畅达心水，开发智力，咁協调人际关系。咁人际关系呢係要通过溝通嘅。咁你從音樂呢，聽音樂呢，其實如果淨係純粹去聽一啲音符呢，你學唔到協調人際關係。咁今集呢我就會播啲歌嘅。咁歌呢，咁固然之咁入面有啲歌詞啦，咁今次我會播啲英文歌，咁英文歌比較容易理解啲嘅。咁音樂呢，咁除咗頭先講人際關係你需要用言語溝通啦，咁亦都有啲信息交流啦等等啦。咁其中最重要呢係一個情緒嘅調理呀。咁人們嘅喜怒哀樂等豐富情感，人們嘅所思所感較之語言更易寄於音樂。咁既然聽一首歌有音符有歌詞，咁更加能夠好直接令到你個腦你個心能夠吸收到字詞之間嘅意思，咁令到你語句暢達，係咪表情達意，能夠適當合適去表達到你嘅溝通。咁生活呢其實有好多好唔順心嘅事情嘅，咁好容易造成呢個怒啊、懼啊、驚啊、憂緊等不良情緒。過激嘅情緒呢就不利於人嘅健康嘅。咁此時呢選擇適當嘅音樂宣泄感情，在这个优美的旋律中呢就使心理呢就趋于这个平衡，咁使心理呢就趋于这个协调的，从而呢就调整人体阴阳，咁达到呢中国养生之道那个阴平阳秘啊，精神乃至啊，咁阴平阳秘呢其实呢都可以用于在这个好多就算防治好啊，或者你平时食疗好啊，咁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嘅。咁但原来听歌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嘅。咁其实呢个系一个道家养生哲学嘅一个中心思想嚟嘅。咁其实都系一个平衡状态。咁自然能养生长寿。咁心理学角度呢，我哋都好多医学呢就认为不同嘅音乐呢对生理呢就有不同嘅作用嘅。咁而家呢，咁呢我就播少少歌俾你聽。咁以下呢首歌呢係由一間新加坡嘅 SKS 嘅公司呢就 S2S 呀，唔好意思，係贊助嘅，咁樣將呢啲英文舊歌呀，咁啲英文舊歌個節奏比較輕快呀。如果你有一個啱啱起身嘅星期日，啱啱過咗六日翻咗六日辛勤嘅工，突然之間朝頭早整個早餐啊，聽一首好舒暢，聽到一首好有神光嘅音樂咧，咁的而且確令你個精神咧又為之一振嘅。咁而家播呢首歌俾你聽先啦。咁呢首歌叫做 You to Me Are Everything。好，播一播呢首英文歌俾你聽啦。因為整緊啊，而家播俾你聽啦。Kissing
剛才聽嗰首歌咧，相信大家一聽咧就覺得哇，好美滿啊！今朝早啊，精神舒暢啊！咁咧，頭先我講到嗰個音樂對身體有唔同嘅作用啦。咁咧，五音咧對五臟咧，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啊！咁可以促使呢個人體嘅臟腑氣血咧有序化，即係有次序啊，有益於心氣嘅恢復、脾胃嘅運化、腎水嘅固攝等作用，從而達到養生延年嘅作用。咁現代醫學認為，流行音樂咧通過有規律嘅聲律嘅變化，係可以調節人嘅大腦皮層。咁上一集都有講過啦。咁而家佢哋更加分析到，原來大腦嘅邊緣系統、腦幹網狀嘅結構，甚至乎你內分泌嘅系統咧嘅興奮咧，都可以通過聽音樂咧，令到你嘅神經，甚至乎你嘅體液啊、你嘅血液咧，都可以調節噶。原來咁可以分泌出多種有益於健康嘅激素，達到調節血液循環、清除疲勞、加強呢個新陳代謝等作用。咁啊，所以咧，當你工作繁忙、壓力好大嗰陣時，不妨打開你嗰、那個，有好多人有手機都有啲歌啦，咁啊，揾個耳筒，暫時塞住個耳仔，咁啊唔使太大嘅音量，咁啊播一啲自己中意聽嘅音樂。咁原來咧，呢種作用、呢種嘅做法，係可以從而改變人過分嘅情緒體驗嘅。咁咩叫過分情緒體驗？即係有啲喜怒哀樂啊，即係有時遇到一啲問題解決唔到啊，咁有時情緒過激啊，咁係人都有脾氣㗎啦，係咪先？咁聽首歌，靜一靜，咁唞一唞，停一停，諗一諗，啊，聽首好聽嘅音樂，咁先再去處理嗰個問題。咁佢糾正嗰個機體嗰個亢進啊，或者低下嘅功能狀態。咁所以咧，講心理學嘅醫學研究咧，就覺得音樂對人嘅生理嘅功能咧，的而且確係具有呢個多方面嘅調節作用。咁咧，嗱，既然頭先嗰首歌咁好聽啦，咁我跟住落嚟，我播第二首啦，跟翻個次序。嗱，咁呢首咧叫做 Be My Baby 啊。咁一樣，如果今日你係星期日嚟嘅，你喺星期日收聽我呢個節目嘅，咁希望你能夠感受到星期日帶俾你個假期嗰個愉快感覺啦。咁我而家播呢首歌俾大家聽啊。
短短幾分鐘的歌，咁啊帶出咗一個好開心嘅一個早上啦。咁啊呢個早上咧，咁啊希望帶俾大家一個快樂嘅開始。咁啊小弟咧曾經講差唔多7年前啦，咁啊參加過一個佛教團體啊。咁啊雖然小弟又唔係信佛教嘅，咁但係咧就參加咗一個叫做慈濟啊，慈濟嘅一個即係探訪老人院嗰個活動啊。咁啊，點解我會講呢件事呢？咁啊，其實咧，音樂咧就具有一個好良好嘅社交交際作用。咁唔少老年人咧，由於缺少與外界嘅聯繫同埋人嘅溝通咧，就而常常產生了孤獨感同埋情感障礙啊。咁啊，參加呢個音樂活動咧，可以使佢哋咧容易咧同別人接觸啊，成為聯繫社會嘅一種方法啊。咁咧，佢哋有機會同別人去共同享受呢個快樂。咁有研究者認為，音樂治療咧係移情易性啊、抑性嘅一個最佳手段啊。對於音樂體驗是那些常感到苦悶啊、抑鬱啊、孤獨啊嘅人嘅最佳良藥。咁當時小弟咧就純粹做咗探訪啊，即係買啲餅乾啊、生果啊，咁去探訪啲老人院，咁去九龍啊、香港咁樣，咁都發覺啲老人家係好多時好呆滯滯喺度睇電視，咁有時冇仔女陪佢會感到好孤獨。咁我哋嗰陣時就好似義工咁樣咧，就去陪同啲老人家傾偈啊。咁原來老人家咧，如果經常感到孤獨咧，佢哋係可能會有啲負面情緒或者負面諗法。咁我嗰陣時都有諗過，因為嗰時我發覺，咦，老人院咧唔播啲音樂，因為好大區別嘅。有啲私有化老人院咧係好清靜啊，甚至乎可以用寂靜去形容啊，即係好似入咗一個死城咁樣。哇！啊，點解會搞成咁㗎？真係，好似死氣沉沉咁嘅。咁但有時我入去啲政府嗰啲，譬如可能石硖尾啊嗰啲地方嗰啲老人院咧，啊佢又會播啲好輕鬆嘅音樂噶，嗰啲音樂係好似啲鋼琴音樂俾老人家聽。咁我覺得當時我覺得啊個區別原來咁大，我發覺啲老人家係積啲，我見到老人家會睇書啊，甚至乎咧會喺度捉棋。咁原來音樂咧的而且確咧係有呢、這個即係令到人哋感覺一種舒暢輕快的感覺啊。當時我就看到這個分別呢，咁藉著今次即係我哋個節目咁提倡囉。咁我亦都希望鼓勵啲老人院，咁就如果有啲人係做老人院嘅，或者甚至乎係院長嘅，咁不妨買幾張唱片，或者喺老人院入面咁收聽一啲，譬如香港電台啊、第五台有好多純音樂嘅節目嘅，譬如一啲古典音樂啊，甚至乎一啲世界音樂嗰啲純音樂，咁買幾個喇叭擺老人院嗰度放，咁啊令到啲老人家聽落去啊都好開心啊，譬如就算日頭起身好咁樣，都感覺個環境係比較輕鬆啲，唔會咁死氣沉沉啊，咁死寂咯。咁呢個係我建議啫，咁做唔做咁就即係希望大家能夠即係有嗰個心去支持呢個行動咯。咁亦都希望呢個行動能夠全港嘅老人院都能夠有呢種服務俾老人家嘅。嗱咁扯開話題啦，咁就嗱而家講翻音樂，咁佢有養生益壽嘅作用，但並不是所有音樂對老人有益個。點解咁講呢？音樂養生益壽咧，必須遵守有選擇、有節制嘅原則。咁你梗係唔可以喺老人院嗰度焚機啦，係咪先？播啲好嘈吵，甚至乎聽落去覺得哇，好似噪音咁嘅嗰啲搖滾樂啊，甚至乎啲人好似喺度播啲韓國音樂啊，啲韓國男音樂，你都知而家好多時啲歌啲鼓聲扮下扮下咁樣，我驚啲老人家連心都跳埋出嚟咁樣，唔係咁好啊。係啦，真係聽聽下。係我哋嘅主持啊，會長都
講了個問題出嚟，有啲歌唔能夠播嘅，係啊，即係等於老人院係唔能夠播色情片嘅，啊，唔小心咁就啊馬上封咁啊，唔係咁好，係咪先？一樣啫，一樣道理啊，音樂一樣，你唔可以播啲重金屬，亦都唔可以播啲啊韓國有啲而家年輕人好中意聽嗰啲，好似數白欖，就係好鬼嘈啊，令到你即係心情興奮啊亢奮嗰啲音樂就冇，老人家幾廿歲，唔係後生仔嘛，係咪先？係嘛，應該係學識節制為原則，係啊，有利於健康，反之就對身心有害。咁一路而家都係講緊用心理學去研究啊，咁有啲研究者就發現節奏瘋狂、音調怪誕、強分貝音樂下，而家就講工作嘅搖滾樂與爵士樂嘅樂隊，隊員咧嘅精神咧，好多時咧就變得更加緊張不安，情緒急躁易怒啊，心率不齊、血壓不穩同埋聽力減退等，嚴重嘅性生活同埋嗰個生理心理功能都衰弱，係咪搞到同老婆關係都差咗？你話幾唔好？咁啊，呢種高分貝音樂影響咧，也使到一些大學生咧出現了類似老年人才可能出現嘅聽力靈敏度喪失嘅情形啊！而家有啲大學生好中意聽啲美國嗰啲爛音樂，因為美國好興啲又係好嘈吵嘅。啲黑人嗰啲新嗰啲音樂就係聽到人哋好鼓噪啊，聽到人哋好就係覺得啊，即係好表達能力強嗰啲音樂咧，其實又唔係好鼓勵。咁啊，即係我國咁啊，我哋中國人嘅中樂同埋西方希臘或者歐洲傳落嚟嘅，即係譬如好似好多。即係歷代傳落嚟嘅嗰啲音樂，嗰啲係屬於從自然嗰度攞靈感出嚟嗰啲音樂咧，反而令到你身體能夠有個平衡。咁咧，演奏古典樂曲為主嘅樂隊咧，佢哋就講咧，成員心情大多平穩、愉快、健康，很少患病。所以從醫學、醫療、保健角度嚟看，音樂是需要選擇的。咁咧，心理學嘅研究者咧就提倡咧，古典音樂咧係有益於老年人嘅保健。咁啊，而家我跟住咧就播第四首歌啦。咁呢首歌咧就叫《Beautiful Sunday》啊。咁如果有啲老人家聽到咧，咁希望佢嗱呢個禮拜日過一個開心嘅星期日，播首歌俾聽下先啦。
哎呀，唔好意思啊，有啲嘢纠正翻我先。原来嗰首歌唔系 Beautiful Sunday 啊，系下一首先系啊。原来咧，头先嗰首刚刚嗰首歌嘅歌名叫 Sugar Sugar， 我谂好多中意五六十年代怀旧 Oldies 经典老歌嘅老人家一定好中意听。咁啊，提起老人家咧，咁啊，原来老年人咧，由于咧对音乐中歌词嗰个情感咧有较深嘅体会啊。故音樂呢就不僅能直接用於老人的氣血，而且可以通過情感的調節使情操昇華，促使身心兩方面平衡，從而達到養生的目的。此外，音樂養生益壽要把握適度的原則。我國的偉大老師啊，孔子啊，提倡中庸之道，认为任何事情都不能太过与不及，喜怒哀乐之微法为之中，法而皆中节为之和，中和即适度，无过与不及，恰到好处。尤其是喜怒哀乐的情绪啊，应有中节有和。咁啊，孔子亦都提倡好德如好色。嗱，大家男人一讲起好色，一定谂到女性嘅，咁呢啲好正常嘅。最紧要乐而不淫。咁啊，千祈唔好淫于色而可于德，咁就正常嘅防治系应该嘅。咁啊，最近。因为好多人可能有啲男人鍾意男人添，咁有啲可能佢哋会有啲宗教团体可能甚至乎去批评啦，唔好有同性恋。但我觉得人要讲句公道说话囉，真係唔可以话啱同唔啱嘅，最紧要公道係咪先。咁而家讲返音乐啦，头先离咗题。咁过激嘅音乐呢係不利于心身嘅健康，心性嘅修养。一首抒情柔和优美的音乐，咁佢又再讲就系使人身心平静啊，咁啊舒畅。一首悲伤嘅音乐能使人伤感轻快，咁明朗大调式嘅音乐常使人愉快，沉闷暗淡嘅小调式音乐咧常使人忧伤嘅。据此，音乐有快乐和悲伤嘅特征类型啊。根据音乐既是情志的产物，反过来音乐又可以影响人的情志的原理。一方面可通过以情性情来调节情志，即利用一种情绪音乐去克服或纠正另一种偏性的情绪。譬如当情绪低落，我选择听一些开心的，咁啊利用一种情绪音乐来帮助一种偏性情绪去宣泄去疏导。咁呢个讲法其实同中医嗰个五行学说同埋中医黄帝内经入面嘅讲法都系有一个吻合之处。咁所以其实中国人对养生之道用响音乐，其实佢哋好有一个深切或者深刻嘅研究。咁跟住呢我而家播嗱呢首就 Beautiful Sunday 啦，咁希望如果星期日收听嘅听众能够过一个开心愉快嘅星期日。咁嗱下一节我就会讲呢个音乐嘅美学，咁都会用返音乐养生浅说呢个节目呢个题目去讲，咁希望打好大家对音乐嗰个基础。咁多谢收听，好，下次再见。So good.
上。